看来是肥肉。过瘾。哎呀，你看这大乌龟。远水话不多，想吃什么跟我说。大家好，我是胖猴子。老铁们，今天我准备了一根啊驴大酱，咱们今天拿这个驴大酱呢做一个清汤驴大酱，然后邀请两个朋友啊，咱们一块吃。废话不多说，咱们赶紧把驴大酱改上刀。老铁们，咱们把驴大酱用清水啊洗一下。驴大酱冷水下锅，加入鸡精三千克，葱姜，料酒。点火，开锅油啊，打去浮沫。老铁们，咱们是清炖嘛，所以说咱们放上两个卤肉包，再放两个大料，咱们就继续炖。炖上它45分钟以后，咱们再放盐，盖上盖。好了，铁们，出锅喽！哇塞！哎呀，忘了，咱们还没有放盐，咱们放点盐。再回一下锅。咱们包点蒜，做一个蒜汁。昨天好多的网友问我那个蒜汁是怎么调的，今天告诉大家。首先咱们准备好蒜米、醋、味极鲜、白糖、香油，加入少量的矿泉水。哎，你出锅吧，我歇会儿。来吧，出锅。这么一大锅我可吃不了，我拿出来点，一会儿带不起。一会儿出不了，晚上收拾走。肉不少，吃驴肉多少钱？驴肉40块钱一斤，这才多少钱？这才14块钱一斤。我吃，来吧，下手吧，直接就别拿筷子什么的了。行吧，来吧，来，我跟你说，直接下手啊，下吧。我跟你说，这个肉啊，蘸上这料汁啊，无敌了。哇，好，刚出锅呢。我研究了好几年的灵魂蘸料，你就别吃了。发我，你出车祸了，你什么？你腿不腿脚不好，别吃了。哎，喝酒。别。行，尝一块行。这牛筋，那是驴筋。跟我一起，哪能一身啊？一会儿咱就留一块，给这还拿回去。嗯，没毛病。说了，咱们得怎么把大爷养的白胖白胖的？我们一向言出必行。
走吧，必须的，该喝的。算了，下午还有事，放我一边。一会儿还游泳呢，算了，那不好。该吃不多啊，弄个吸管好了。嗯。没骨髓啊也？有。胡说，这是啥？你看，哇塞！骨头都粗，吸不出来。哎，看这，看这是肥肉，多么肥！咱们蘸着吃，我给你们秒一口。嗯，我天，太香了！哈！过瘾，这有点草原上吃肉的感觉。我去！哎呀，你看这大骨髓，过瘾吗？嗯哎呀，哇！嗯，要把里面捅干净了。嗯，里面是干净的，一个团儿。嗯。蘸酱怎么样？肉咋不咋地的？蘸酱好吃。嗯，没毛病。哎，一点都不假。昨天那个蘸酱吃的特别爽，爽的很啊。也是这个。满手是油啊！哇！这回吃过瘾了吗？过瘾了，过瘾了！你不得了吧？嗯。行了，今天就到此结束吧。我说给大爷留两块，就剩一块，你这怎么给大爷送回去？我们这大爷是房东啊，老铁们。行了，一会儿我吃了。今天视频就到这儿吧，喜欢我的小伙伴记得转发、评论、关注哦。再见。我吃了。